表演过这么多舞台，那真的铁花村是一个我的最爱。虽然杰伦一年才找我们来一次。OK， 我们两个都是抛家弃子，很快乐的跑来这边，因为本来在家里都很必须要守规矩这样，来这边就可以放肆的喝酒玩音乐这样，这是蛮开心的一件事哈。因为我们叫音乐顽童汤姆与哈克，以前我们两个实在是只要有音乐场合的地方就很开心很开心。不过现在因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场所，所以现在有只要逮到这个机会，我们就整个就像这个马放掉了缰绳一般。希望我们今天音乐你们能够喜欢啊。接下来带这首是哈克的创作啊，因为我们的音乐也需要你们在座底下的掌声，我们才。好，那家长先起来好了，掌声谢谢。所以非常需要你们，所以这首歌叫做《嘿朋友》。大家好，谢谢。
高兴我们的好朋友杰任帮我们打鼓，因为平常都是我们两个坐场的时候是两个人，今天多了鼓，我感觉就不一样。我们很喜欢玩音乐跟音乐中的感受，那今天有好朋友一起做音乐，就是快乐。当然希望你们听得快乐了。啊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是我们无心之作哈，这首歌其实是有点就像我们大家遇到一些事情不足的弦就发泄一下，那时候就随性写的歌，叫做卡回起来，结果没想到。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了、啊。这个东部人每次，尤其现在都过年过节，这个12点一开放，大概不用几秒钟就秒杀了。相信各位都有这样的心情哈、哦。好，就跟着我一起骂吧，来。想着骑火车，
阮就爱骑火车，啊去台北，若想着骑火车，我就心酸酸啦。呜呜汽车，呜呜的汽车，呜呜汽车，呜呜的汽车，呜呜汽车，呜呜的汽车，呜呜汽车。听吗？啊，其实你们觉得好听，其实我在上面更感动啊，因为真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的地板是木头的，然后脚赤脚踩着木头，然后，这样小拇指卡在缝缝里面，没有，你们都不是无法体会我的感受啊，因为那鼓啊，震撼力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是让自己心都快跳出来了，很棒很棒的感觉啊，真的很感动，真的，我还再说一声谢谢，很舒服啦，在那边玩音乐真的很开心。好，